我们云端这边的 App 设计里面，哈，是 App 设计里面有个云端白板。那这边外面有个补充资料啊，补充资料的话，你可以把它弹出来哈。那我会陆陆续续啊放有一些相关的网站，我觉得，前面我们讲的相关的那个技术啊，实际上就是从这边几个网站，包括就是它的官网，就是这个叫 jQuery Mobile 哈.com。那实际上，它这个地方哈，会有个技术叫 jQuery Mobile 啊，jQuery Mobile 实际上简单讲起来就是它把那个什么做 app 变简单的一个一个算是什么呢？一个函式库，一个等于是这个 jQuery Mobile 的设计者啊，其实蛮有趣的。他是一个美国的一个很年轻的二十出头岁的一个年轻人，他就觉得做网页哈、啊，做那些相关的技术很复杂，于是他就是什么把帮大家打包成一个很简单的方法，也就是说、啊、设计。变得非常简单，点点选选就可以把一个漂亮的 app 做出来哈、哦，所以这个当然你可以把它点进来，点到 jQuery Mobile.com 哦，里面的话就会有一个网站，那里面的话呢就教各位怎么样设计，那里面相关的说明就在这里 API 的 document， 好 API 的 document 里面的话呢就会放一些所有这一个包含就是什么这个 widget， 比如说 widget 里面 widget 就是它的元件嘛哈。哦元件里面有关相关的使用方法，像 button 按钮啦，或者像什么 checkbox 等等的相关的，通通会放在这边。那如果说你想要了解的话，其实就把它点开来 button， 比如说 create a button 的那个方法。那这边有一个 button， 有没有发现？这边这个按钮怎么做出来的？实际上，各位可以看到，它实际上就是透过上面的这个语法，可以产生下面的东西，然后相关的东西，哎，不过这个地方是一个英文网站啦，所以你可能要稍微花一点时间去把这里面稍微看一下啦。那这个技术里面所有东西都在这里，但如果你要追根究底的话，可以哈、哦，反正就把这个当成一个说明书哈、哦，当成查询的。那除了这个英文的环境之外哈、哦，我后来发现哦，其实它好像还有一个是什么？是那个中文版，不过是简体中文版。好，简体中文版，那一样的话会有一个什么呢？一个 demo， 然后一个 API 文档。其实它就是把英文版怎么样呢？把它做一个翻译啦。好，那里面的话点进去也是一样，只是说它是至少哈，它比英文稍微好懂一些些，而且哈，它也帮各位怎么样了解一下什么？这个叫 jQuery Mobile 的种树，然后它里面的组件，其实元件哈，还有页面啊、工具栏啊、按钮，比如说按钮，你也可以去看按钮，什么叫按钮哈？按钮里面呢有哪一种按钮，然后可以怎么做之类的相关说明都在这里。那因为呢哈，我觉得理论部分的话，请各位自己再花一点时间看。那像上礼拜的这个 button 哈，还没印象，其实就是这个语法所构成的。好，如果你对上个礼拜的部分有点印象的话，哎，其实程式码里面就放这一个。好啊，还有其他的东西，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把这些通通了解哈，我相信你要做一个非常漂亮的 app 绝对不是问题哈。那主要会有几个网站，就是刚刚讲补充资料里面的这个是官网，好，那下面这个是那个刚刚讲的中文的，就是 jqmobile.com 啊，下面这个是 jqmapi.com， OK， 好，这两个。另外的话呢，还有上面这一个是这个是一个教学网站，我觉得它做的还不错，不过也是简体的啦，哈、哦，那里面的话有一些教程，就是说教你怎么做简介、安装。页面像上个礼拜有做了三个页面哈，那其实这边也有相关说明，但是都是比较需要了解程式码啦。但是我建议各位，如果真的愿意花时间的话，哎，你这部分的技术，我想哈可以学得非常的好。这几个网站，另外的话哈，还有一个这个是教学的哈，然后还有一个是这个是什么？我点进去看一下，这个好像也是网络文章啊，这个。有兴趣各位看一下啊。另外还有一个是那个 Linda 的教学网站 Linda.com。好，其实我很多相关的影音学习哈，我发现这里面好像都有，所以有时候的话，我也会从这个 Linda.com 哈里面去找一下。比如说你想要学什么 jQuery Mobile， 你就会把那个关键字打上去，打一个 jQuery 哈。哦，然后它也会秀出类似的 jQuery Mobile， 你就把那个 Mobile， 好 jQuery Mobile 打上去。比如说你要学这个课程，按 Search， 它里面也有相关的。不过哈，它这个网站是这样，就是它前面几个章节是免费可以看，
但是后面的章节哈，就是要额外再付费的。这是一个国外的，我觉得他做了已经非常成熟的一个教学网站哈。那这边其实有太多的资源啦，那但是这些东西要短时间了解其实不是太简单的事情。那我是把这些东西里面的重点跟各位做说明，所以理论的部分我想各位请自行再花时间去了解。那至于就是实作，我教各位都是实际上是真的做得出来，可是有时候你会想说为什么会这样子做，原因的理论请各位自行再从补充资料里面去找答案哦，太多东西啦。那当然这地方的话，你可以从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去稍微了解一下。第一个哈，相关的教学网站，好，请各位有时间自己再稍微看一下。第二个就是说哈，那我们这门课当然以实作为主，所以要做出什么，你就是看到哦，眼见为凭。所以哈，请各位看一下，今天的话就是102的完成画面，这边有个完成画面，也就是说呢。今天的完成成果长得就类似像这样，但是也许里面的那个颜色你可以不一定跟我一样，但是呢我希望做出来的大概会有几个。第一个，首页我的第一个页面一定会有一个图放在这边。第二个就是说呢，我底下会需要有一个导览列放在上面，那这个导览列里面的话呢会有123，下面的话呢会有一个什么一个清单，它叫 list view， 也是123，这上面三个跟下面三个是重复的，不过我希望长得就类似像这样。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当我点了最新消息，我希望看到的话可以类似像这样子，更正一下，应该是新书登场好了。假设我点了新书登场，那我会希望说下面会有个按钮是可以下一页怎么样呢，让它可以一直往下就对了。反正呢，无论是哪一个，刚刚的那三个页面都会有下一页，就是一直让它下一页下一页好了，反正就一直往下下一页，就是一直往下切换，然后还有一个回圈，然后呢，左上角会有一个 back， 好，或者甚至呢你上面这边其实甚至可以加一个什么，加一个 home， 就是一个加的那个图嘛这个有点不好画，一个 home 的图，点进去的话呢，可以回首页。也就是说呢我们今天的这个练习原则上呢会有几个页面呢，进来第一个这个也许叫 home， 然后底下 page 1 page 2 page 3 OK， 好，所以上面的话有个导览列 list view， 进来的话把资料放进来，上面的话会有一个标题，所以上个礼拜教各位就是说新增第一个页面的时候呢，我们会有这个页面的结构，那他问你说呢，要不要页首，要不要页尾，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因为下面的每一个页都没有页尾，所以呢，你在新增的时候呢，就不要怎么样，不要有页尾就 OK 了。那其实我觉得你这个范例如果做得出来的话以后可以把它改成什么？改成你的履历表，有没有？履历表一进来，那履历表里面一定会分成什么？你的简介嘛，还有什么？你的经历嘛。还有你的什么自传啊，有没有？不是把它改一改里面的话就把你所有的相关的丰功伟业都放进来，然后呢再把它传到那个 PhoneGap 上面变成一个 App， 会有个 QR Code， 对不对？那以后你就把那个 QR Code 复制贴到你的履历表上面，好，他也去 scan 之后，然后你告诉他这是我的履历表 App， 那这样的话呢我觉得蛮炫的。目前呢，我想呢，你面试者里面的话，跟你有一样的东西的人应该是非常的少如果最好的话，里面还可以放个 YouTube 影片的话，那更好。你自我介绍拍一下，用那个手机稍微拍一下，或者是稍微搞解析度的拍一下，我想就蛮 OK 的好，那这个地方的话怎么做？我想各位稍微了解。那相关的画面一样我会把它放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就1 2 3这里面有相关图4怎么做5等等的，这主要画面我会秀给各位啦。那最后怎么实作出来呢我们等一下按部就班来看。 OK， 好，请各位稍微了解啊，这个东西的话都放在我云端上面包含补充资料包含这我想各位可以稍微了解一下。其实我觉得这个 W3 School 这个里面好像做的都已经蛮好的，比如说怎么做页面怎么做什么呢？导览栏，其实就导览列，就我们刚刚做那个叫 Navbar， 有没有？刚刚我们看到那个东西叫 Navbar
然后甚至怎么做按钮，哎，这边也都有啊，只是说它是简体的了哈。不过如果你看简体没问题的话，就大概了解一下，至少可能应该比看英文还要来的简单一些些了哈。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哈，试一下。